样。从我变成我呢，只需要一首歌的时间。挑战全网回血极限，这里我看到对面五人清线，直接出去制裁他们，居然还敢负隅顽抗。不愧是凯爹，拿下五杀毫无悬念，然后就碰到了小明和奶妈，这回血也太少了，居然还质疑我，不得不给你们露一手了。奥比戴黑梅克安锤斯二位通告巴黎斯格二位啊，哎呦我的妈，全网寻找大聪明李信和老六队友，这里刮痧师傅刮太久，我顶不住，之后闪现进了草丛。
项羽立马会意一个闪现到草丛里帮我抗李师傅的伤害，不聪明的李信还在继续刮，他肯定觉得我没什么血，马上就要扛不住了，笑死了。刮了一个世纪之后，小菜鸡直接来给我和项羽加血，这样的话就不能再陪李师傅玩了，接受制裁吧。他这时候居然还没搞清楚状况，笑死我了。在灵异寺，惊雷左冲烟修为，天塌地陷我奈白眉。兄弟，我擦，我擦！走开 ，OK。醒了，Make me go loco, make me go loco.